将镜头摄来布袋镇，布袋镇有两位超过八十岁的阿嬷蔡淑娇、萧展兰，为画画当中找到生命的第二春。中华寺庙基金会特别为两位阿嬷来开画展，两个人愈画愈快乐，真欢喜，会当甲大家来分享，要画到袂当画为止。天主教中华信庙基金会良清活力站两位超过八十岁的独居阿嬷蔡淑娇、萧展兰在学习当中落画，为画画当中找到生命的第二春。基金会特别为两位阿嬷开画展，即日起到21号，在埔主高明寺一楼展览室，同时有良清活力站展陪将近400件联合作品展出。现年86岁的蔡淑娇，至今已经有10年之久。作品大部分以临摹为主，特别喜爱临摹古代的山水画。84岁的萧展兰，少女的时代靠彩虹分担家计，结婚了后继续为人收集衫裤，为身边的花草、动物、人物以及生活周边的岩蚕、气温，拢是创作的题材。都爱看像这安尼的时阵吼，啊，都咱看到这张的时阵吼，啊，可能会画一，安尼那个。立起来安画嘿，安个哩画画起来，安尼啊画看卖啊哩，啊画起来，超阁看袂歹，安尼安怎个画？对咯，我伫各地都拢放鸡啊，啊看这情形，我就甲画起来安尼。啊，我才画差不多5、6年啊。啊，各地拢朋友咪，好。可以看到咱这个老师大400多件的作品吼，啊，咱嘛希望讲咱家己关吼，一寡乡亲师大，来咱的埔主的高明寺吼，咱这个埔主站即卖是伫高明寺，由咱的高明寺吼，咪无偿提供着咱这个场地的服务吼，即嘛是需要足大的勇气，啊，一只嘛爱感谢着咱的高明寺，啊，咱嘛欢迎着讲吼，到21号吼，咱的附近的老师大，啊，若感觉讲。唔知影长青活力站到底咧创啥，啊是讲要来看咱这个长青活力站阿嬷的这个作品吼，啊来给阿嬷一个鼓励吼，我拢非常的欢迎。中华信庙基金会执行长雷世宏指出，一个长辈提低头辛苦大半世人，煞唔知影安怎写家己的名，自从参加长青活力站。尽管眼力袂用伊，手的灵活度也不如较早，煞因为学会用写字，你感觉真欢喜，甚至还阁会当画出令人赞叹的作品，以及手工艺创作。新闻，周大新，埔主持采访报道。